凤四九，巫神凤氏后人，关山太保一脉，通风水破甲，善关山之谜。凤四九开设万春楼，整合斗行，直过、跑街、开盘，皆由万春楼牵线搭桥。万春楼规矩：英雄不问出处，名气不问来路。干娘的，你拿乌砖也咬！扎克，此人喜怒无常，睚眦必报，咱们何须和他合作？这动物贼呀，有摸金一脉，这个应该就是那摸金校尉的摸金符。你管他什么天地乾坤星啊，打开啊！走不了。阴阳母子观，母观葬身，子观葬魂，人魄分离，这是一种极凶的诅咒葬法。